馆长陈正兴带领大家宣誓，同齐做好天狗日的防治工作。灯条就并没稳了哈，这个支撑员。随后，议会首长带着社区志工展开社区防治工作宣导活动，大队人马详细检查巷道周边的环境，发现未少放伫路边有积水的器物。除了将水全部倒掉，志工也向住户宣导，提醒民众要注意。水容器啊，人啉饮料迄空杯子啊，丢掉。有啊，哎，拢注意到一部分。注意就是讲，莫去莫哦，莫哦，莫甲定着，真莫哦，莫甲定着。啊，饲蚊仔的所在咧？饲蚊仔的所在，我有一个盖板座椅。哦，所以无要紧啊，对啊。有啦，嘛是防治啦。南部严重天狗日疫情已经有往北扩开的情形。南投县目前为止，虽然只有一例外县市感染转来病例，但为了防止南投县爆发大规模天狗日疫情，南投县政府发动全县13乡镇市同步进行防治工作。在13乡镇市同步来举行这个先导活动，最主要还是希望大家记住四个口诀。行道清刷，积水容器你就把它倒掉。甚至有积水容器除掉倒掉一料以后，咱那个入我前体，把积水容器倒卡，安尼这个支撑员啦吼，都未来发生安尼。所以讲这个部分，希望咱所有乡亲大家一起来。卫生局表示，虽然县内病媒稳指数目前多数属于增加状况，但民众犹原未当伤过放心。很重视，大家都很怕。大家拢真惊，所以都会一定会去很注意居家的清洁。目前高雄两级的村里是有哈，大概有8个村里次。然后我们这个部分，我们已经发动我们的当地的卫生所的防疫人员，还有当地公所的清洁队的同仁，还有环保局的人员一起去做过卫生的教育，还有病媒蚊的积水容器的清除。除了亲入社区，加强示范宣导防治工作。卫生局嘛特别将天狗日的相关知识教予大家知影，希望大家建立只有清除蚊虫生长的环境，才会当彻底防止传染天狗日的正确观念。记者王兆成采访报道。